这是虾米？你有兴趣了呢？是柠檬哎、欸，香水柠檬。虾喷看看，可以喷啊，可以喷。哦，没有地方可以喷啊。你要喷在衣服也可以啊。那就撤离。你吃饭了没啊？吃了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拜拜。隔壁人家可以走吗？可以啦，可以。你要走去哪里？我要去那边客厅。谢谢喽。哇。